Matteo Ricci was died in 1610. He was the first foreigners who allowed to bury in Beijing. I see two different styles, frankly. So we have the rose, but maybe this one not is original around. Then we have the classical Chinese dragon and the clothes. So also in this part. Bu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这一天, 一位意大利人与他的中国朋友余三乐 来到北京的利玛窦墓地，拜谒家乡的先辈。作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什么能获得皇帝恩准，成为第一个安葬在北京的外国人呢？利玛窦他不仅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繁荣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他同时也把中国当时的各方面的情况详细的那介绍到欧洲。 他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贡献最大的人，贡献第一的人，那么他是当之无愧的。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宴会上特别提到了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说法，据说这是首个记录传播这句话的西方人。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澳门，随后进入广东，沿着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到达北京。 直到1610年5月，在北京逝世，在中国生活了长达28年。利玛窦是第一个走进紫禁城的欧洲人，第一次用汉字“地球”来称呼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认知，第一次被彻底刷新。 Matteo Ricci 是利玛窦的意大利名字。来到中国后，他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利玛窦。历史走过400年，意大利建筑师 Francesco Maglioccola 于2004年10月来到中国，在中国朋友余三乐的建议下，他成为了马方济。 马方济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帕特瑞普大学工程系助理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意大利分会成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中国结缘了。My friend asked me to come with him, because he was in charge for a project of conservation, and I discovered a lot about China in that time. Maybe now is 12 years ago. 12年间，马方济到过中国30个城市，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高校任教。目前是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外籍教师，讲授西方建筑历史。熟悉马方济的人都说他越来越像一个中国人，习惯了用 QQ、微信与朋友们联系。 爱分享 QQ 空间晒朋友圈，喜欢武汉的热干面，热干意面是他的独创。来到中国后，很多人跟他提起利玛窦在中国的故事。随着马方济耳闻目睹的越来越多，他对利玛窦的兴趣越来越大。 作为外来的传教士，利玛窦如何在当时封闭的中国能够立足？利玛窦在中国的相处之道，对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能够带来哪些启示呢？马方济决定调整学术研究的方向，开始了他跨越400年历史的探寻之旅。 利玛窦，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
三十岁那年，利玛窦从中国澳门进入广东肇庆。到中国的最初几年，他过得并不顺利。他们当时进入中国的时候，在肇庆的时候，他们穿着佛教的僧衣。刚到中国的利玛窦是当地人眼里的洋和尚，当地人仇视和恐惧外国人。习惯了西方刀叉的利玛窦对中国这盘饺子、对中国习俗很不适应，利玛窦吃了官司，被赶出了肇庆。1589年，37岁的利玛窦从肇庆来到韶州，开始了他进入中国后的重要转变。你好，不是，麻烦进。哦，你到这里来哈？这里有人。有，他原来呢，就是个修道院。我们可以沿着利玛窦的足迹，马方济开始了在韶关的探寻之旅。建筑风格呢，在我们韶关呢是很少有的，意大利建筑都是怎么应付它的？瞿太素是个官二代，本来官场得意，却无心仕途，在韶州与利玛窦巧遇，被西方新思想、新学问刷新了三观。他拜利玛窦为师，接受西学，二人互取所长，互补所缺。在瞿太素的建议影响下，利玛窦改变了洋和尚的外形，脱下僧袍，穿上文人士大夫的儒服，与当地人共享西方科学，开始翻译和传播西方的《几何原本》第一卷。中国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第一次被翻译成拉丁文，传播到西方。在韶州的利玛窦用几何原理测量了黄岗山的高度，与当地人用传统丈量方法测的高度基本吻合。他带来的西方科学让韶州人大为叹服。利玛窦在中国最初的冲突是在韶关得到解决的。融入当地风俗的利玛窦从洋和尚成了西泰，从冲突到逐步适应，他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对中国这盘饺子从最初的陌生开始变得熟悉和热爱。教室在哪？哎，光教室就这里后面那里。后面。哎，这个路是小路。哎，这个路就是叫光孝路了。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在西河岸边的光孝寺附近买得了一块土地，建立了居所。居所附近有座桥，这个地方呢就叫仙桥古渡。仙桥。仙桥古渡，仙桥古渡呢，它是我们曲江啊，有24景，它其中呢就是一个古景点。当年的利玛窦，是否就是从仙桥古渡上回到他在韶州安下的家？这幢韶关市区现存的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是利玛窦当年在韶州的家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马方济找到了韶关天主教的刘神父。神父，这个建筑，我知道在意大利有佛罗伦萨天主教堂，是一样的这个，但是这个是很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建这座教堂的那个主教我们的教区的那个雷明道主教啊，他是本身是意大利人。他什么时候来韶关吗？1918年这样。穿过对下来，这个位置是圣高惠里神父的遗体曾经葬在这里。对，我忘了是。这座教堂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确有几分神似，
它有没有可能是利玛窦居所旧址上重建的呢？在罗马的慈幼会档案室，马方济找到了这座教堂的原址旧照片，还发现了很多跟韶关有关的旧照片。这张记录的是教堂门口举行的韶州工人联欢大会。这张利群中学校门旧照是现在的韶关市一中实验学校，这似乎是当年的利群中学校服。这张韶西小修院的旧址照片，上面用粤语注音标有“朽邹火塞”的字样。这堵城墙还是今天的这堵墙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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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据学者研究得知，利玛窦在韶关培养的神父龙华民曾经在这里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乡村天主教堂。旧房子。为什么利玛窦来这里教天主教堂？哦，因为呢，在几百年前呢，这个地方进村的地方呢，是属于韶关比较繁华的一个古村落，景德镇呢，它那个陶瓷厂啊，在这里都有个大仓库。你说利玛窦从昭靖来，韶关从这里吗？是，来这里他们坐船上来呀、啊，从下游韶关上来这个码头，这里上去啊，上去建那个教堂就在那里。教堂在很近。是。建筑。湖南。湖南下面是。韶关广州这边是上去就是湖南了这条梅关古道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它是南越海上丝绸之路与内陆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当年的利玛窦就是从这里走向北京。利玛窦传播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而对西方，利玛窦又反哺了些什么呢？马方济的家乡意大利那不勒斯，趁着学校放暑假，马方济回到家里探望85岁的父亲，还有弟弟一家人。卡波迪蒙特王宫，曾是波旁皇族查尔斯的新王宫。随着弟弟一家来到王宫的马方济，欣喜地发现这些藏品记录了曾经席卷西方的中国热。传教士把在华见闻和中国古迹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礼仪习俗等。王公贵族们开始流行中国时尚，他们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在那不勒斯新耶稣教堂，马方济又有了不少的发现。Professore Maglioccola, queste sono le lettere che il buon Matteo Ricci mandava al generale a Roma. Poi sono state riprese dal padre Pasquale D'Elia e pubblicate in questi tre volumi.修丑南欧啊，这些粤语注音的记录是否可以印证当年的利玛窦在韶关也会讲粤语呢？韶关是诞生了六祖坛经的地方，六祖慧能被介绍到了西方。
一张古韶州府志之图意外标示了利玛窦在韶关所建教堂的位置。利玛窦在韶关的居所正是位于韶关现在的仙桥古渡边上的光孝路上。新的发现陆续而来，东方大学的档案室里还有许多跟利玛窦有关的书籍，他甚至找到了中国留学生的档案，其中张马古就来自韶关的始兴县。利玛窦当年读书的耶稣会学校，今天的马杰拉塔图书馆，收藏了一份来自康熙55年的政府官文，还有利玛窦的著述《天主十意》。在利玛窦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街巷，今天尽吹中国风。马切拉塔大学的菲利普·米尼尼教授是利玛窦研究会负责人，近15年来主要从事利玛窦及其作品的研究。quindi Shaoguan è un periodo veramente decisivo, importantissimo, periodo della soprattutto della svolta, dove lui capisce alcune cose fondamentali. Uno e quindi decisione anche di abbracciare in pieno。马方济的探寻之旅拜访了利玛窦的后裔利禄齐。利禄齐介绍，从马切拉塔来到罗马的利玛窦就在这里生活居住。在罗马的探寻，马方济又有巧遇。亚里安娜，一位意大利医生，因为喜欢上了中医，到了中国参加中医进修班。durante il mio insomma percorso di studi per tre volte sono andata all'università di Nanchino in estate e ho fatto dei tirocini a Nanchino。这些中国元素的小礼物都是他的朋友投其所好送的，让他喜不自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到西方，融入世界文明的洪流，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喜欢中国，愿意了解中国。利玛窦，一位了不起的开路人、架桥者。400多年前的他，用家乡的刀叉适应了中国的这盘饺子。400年后的马方济，用更娴熟的方式消化着各种中国的文化大餐。当饺子遇上刀叉，适应与尊重，沟通与了解，是人类的愿景。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一句话，就是文化因交流而精彩，就是说这个各个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克服自身的缺点，这是这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学校开学了，马方济回到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在学校附近的教堂里，他找到了一个精神的乐园，旧书满屋。一本出版于1600年代的专著，留下的阅读批注，是否是利玛窦当年留下的手记？利玛窦的余音还在回响，马方济的探寻之旅还在继续，中西交流的更精彩乐章呈现在新的历史舞台上。